家来了一个新成员，先要给他们相见。Hello， 大家，今天是 Boxing Day， 12月26号，就昨天是 Christmas 嘛。那今天呢，嘿，我已经装扮好了。要去，应该是去 Gardens 买一些东西。我在准备着那个牛尾，要煮牛尾汤。因为我去 grocer 的时候，我就有看到牛尾，我就想说，哎，牛尾是不是可以拿来做汤还是什么的？我上小红书找啊牛尾汤，然后就找到我想要的这个 recipe， 可能等下回来会煮这个汤。我觉得今天的妆容还不错。然后头发其实是昨天没有洗，然后我喷了那个 dry shampoo， 给它有点乱乱的感觉。现在打算来开箱我的淘宝，这好像是双十一买的，我忘记了，好像是 after 双十一，因为我记得我双十一没有买到东西。我来简单的开箱一下，因为我有一双靴子我想穿。刚已经开了一箱衣架，因为我们衣服真的太多了，已经不够了，这一大箱的。哦，这个是手机壳 ，Oh my god， 是吗？好像是哎，可是我又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个手机壳，因为它后面是有镜子的嘛。我也是补妆啊，还是就是照镜子就很方便。哎，我买了这两个颜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这个是比较咖啡色的，然后这个是焦糖色。靴子呢？干嘛？你没有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录淘宝开箱，就是单独的一个淘宝开箱。就是它，这个也不便宜，也要200多吧，马币。OK， 它上脚是这样的，觉得尺寸还 OK。我在想今天要穿这双新的还是昨天的这一双？这一双，不哪一个比较显腿长？就决定穿这双长的。然后我的手机壳，这两个颜色，我打算换这个。你看我现在的就有镜子，很超方便的。就没有看到裸机了，哒哒，要出门了，去逛街。就换了这个手机壳，就比较搭我今天的造型。超多人。先来这间，应该是新开的吧。我觉得它很多食物都是我很想要 try 的，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好吃，这个也是，这个也是。然后拌面，它的面也是，你们看，它想叫这个哎，可是我怕吃不完。有点饭在下面，就是那种煮到有点像粥的饭，
最近在看小敏家，是周迅演的。你不可能喜欢这个人一辈子，谁跟谁啊都不是一辈子。我们家来了一个新成员，先要给他们相见。Toby， 你看这是什么？那个是弟弟耶，我在秀秀耶，会打架哦。你在秀什么？你怎么爬上去？凶人家，那你凶 Kobe， 我还要玩。Kobe， 这是凶人家屁股哈。你快来，哇，旋风。新买的这个袋在这里。那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7:47。那今天呢起好早哦，因为我昨天是有睡好哦。我每次要早起的话，我都会失眠，不知道为什么。OK， 我现在在这个 The Mines， 今天要去 wakeboarding， 就是我心心念念蛮久了，因为看到好像蛮多人都去玩，我觉得很像好玩这样子。然后在等我的朋友到，我们约了8点到10点。 OK， 我刚绑的地方其实是对的，然后现在要下去了。因为绑头发呢，你看我的油头，还有肥腿，防晒。
一只鸟鸟，这叫什么鸟啊？这个家伙，哎，哦，哇，好累哦，这边还蛮舒服的感觉。现在要换衣，然后回家。你看我整个超狼狈的。我刚回到家，我还想说要自己做午餐，可是呢，我不懂为什么别人玩 wakeboarding 是腿酸的，我是手酸。可能我就一直要去抓那个肉。Anyway， 我就 order 了 grab food。嗯，因为想吃一点那种过比点的那种食物，所以我就 order 了，还要半个小时吧。我现在要去冲凉。嗯，这个小宝宝还没有名字呢。哎呦呦呦呦呦呦！上来，上来，宝宝上来，来，上来 ，Good boy。他们的日常是这样子，很好笑的，一个是他去追他，或者是他来追他。刚我第一个 order 的时候，那个 Grab 没有 driver， 所以没有人送我的食物， then 他们就 cancel 了我的 order。然后再点过就要多半个钟这样子， more than half an hour， 所以还好我的食物到了。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吃的 comfort food， 耶，这个是 curry， 滑鸡 curry noodle。然后这边我的 charm 就是咖啡加茶。这边在看 Emily in Paris。第二季，耶！这个小家伙呼吸特别大声的，不懂为什么。但小时候都是这样。小宝宝，你要叫什么名？你要叫 Latte 吗？还是你要叫 Milk Tea？ 啊！居然有西汉，我喜欢的西汉。没有人这样睡觉的啦，你们看他，好笑，可爱啊。Milky 宝宝，你在干嘛？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10点多，要来做早餐，就很简单的面包、鸡蛋，还有 sausage 这样子吧。我把鸡蛋拿出来的时候，一放下去，打破了。再来烤一下面包，鸡蛋加点牛奶。做 scramble egg， 这边还切了个氧化的 avocado， 我前天用剩的。下 butter， 加点盐。加一点 butter， 加4条这个 sausage， 再把 avocado 放在鸡蛋上面。早餐 coffee。你跟你的 bag 融为一体耶。我今天起来全身超痛的，手、腰啊、脚，还有这边全部酸痛。吃完早餐，今天我们要去带他去跟我一起做蛋糕，因为我之前有 join 那个 ABC Cooking Studio 嘛，那有 member 的话呢，就可以带别人去上他的 trial lesson， 就50块罢了，就是我带他，他给50块，然后我是免费的，然后就一起去做蛋糕。如果是没有 member 带或者 member refer， 好像是70块吧。开心耶，做一个做一个盘点酱做100年耶。
哎，很夸张啊！那我去看哦，这个啊是 normal 的嘛？它旁边有摆一个是 no sugar added， 这个好像8块多，那个要20多块，不加糖还要那么多钱吗？谢爸爸。现在 OOTD， 还没化妆呢。嗯，小朋友 ，Let's go。I don't think like that, she says to me. I can't help but feel the subtleties. So if it all expires, I guess the date's not what it seems. But I can't help it, boy, she says to me. I'm not sure I truly gave my best.你们两个在我的 luggage 里面开 party 哈。我现在要来整理一些过期或者标的化妆品，可以捐给那种是画仪容的那种化妆师，就是帮过世的人化妆的那种。我还蛮多的，总共超多。你就用这个 Sephora 的盒子，一直把它弄好来寄过去就可以了。现在是下午2:30了，我来做一个番茄酱肉碎意大利面。小宝宝，你很喜欢躺在东西上面哈，是不是？你是要软软的是吗？嗯 ，Coffee 宝宝你也是哈，你也要躺在东西上面哈。我刚才整理东西还没有整理好 ，no， 他又躺回去了。咖啡宝宝，咖啡宝宝 ，spaghetti， 煮面的当儿先来切一点洋葱。放点 olive oil， so that 它不会粘在一起。先来热锅下 olive oil， 然后来下我的 onion 跟 garlic。我觉得我的肉有点多哈，感觉这个料可以吃两次哎。先来加一点盐，加这个 pasta paste。
加多一点吧。加黑胡椒，把面倒下去。加一点 Italian herbs。嘴馋的我想要来泡一杯小小杯的 latte， 用这个咖啡做那个叫什么400次咖啡，什么 Dalgona coffee， 可是我怕很甜哎，30吧。OK， 这样算蛮多泡的，来加冰块。午餐，一杯咖啡，还蛮漂亮的这个颜色。这边配下饭剧，这个 Good Girls， 昨天才刚开始看的，这是一个超下饭的搞笑剧，我觉得蛮好看的。你们在 wrestling 啊？嗯。哦，打架哈。大家，现在我们在回这 hometown 的路上了，然后我在画着我要给大家的新年，不是贺卡，因为之前讲要做新年贺卡嘛，可是我就想说可能可以做一个手机的 wallpaper， 这样子就可以新年的时候用，就放在手机的封面这样子。OK， 所以我上网找了几个图，我还蛮喜欢的，我打算做这样子的，这样子画那个猫猫变成老虎，这样子超可爱。所以我就找了 milk tea 跟 coffee 的一些照片，然后打算这样子画，然后还可以写一些新年的东西。他这边是写虎头虎脑，我现在在画着 milk tea 的，我要大概画一下，因为我在看要到底要讲话，所以它就是这样子长的。我做的是 iPhone 的 size， 就可以做封面。好，那这次送这个壁纸的话呢，新年壁纸就没有做抽奖啦，就是你们想要的话都可以，可能 Insta 私信我，或者在留言写下你的 email address 都可以。OK， 所以我会 email 给你们，然后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呢，就可以可能 screenshot 放在你的 story， 然后 tag 我给我看这样子。所以你们就看你要留言还是 Insta DM 我你的 email address 就可以了。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小小的新年壁纸。那在这边先祝大家，这因为这影片我应该会这个星期六上，星期六是29、29、30、31，然后1号就新年了嘛。所以先祝大家给大家拜个早年，新年快乐。好啦，那我们这一直播就到这里，下次影片见咯，拜拜。